很多人都以为周迅这个名字很可能寄托着父辈的文学梦想，他的浙江同乡大文豪鲁迅本名周树人，而他的故乡衢州东北方向240公里的地方就是鲁迅的故乡绍兴。这只是喜欢周迅的观众一厢情愿的想象，实际上父亲给女儿取名周迅只是因为她比预产期足足提早了一个月降临。这个有点性急，话说急了还会有一点磕巴，从小就显得弱不禁风、玲珑娇小的浙江女孩也早早地被发掘到了大银幕上。